排练几十年来，告诉社会大众，没有核电，台湾电就不够了。那么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这个事实。我看见陈董事长用他自己的这个时间同精神，他提出的9点计划，原则上我相信这个不仅仅是大家都可以同意，这个台电自己的人也应该从内心会知道这是可以做得通的事情。现在在世界上发电都是赚钱的生意，至于在台湾，你讲电不够，这个我相信。从事电力供应的人，最怕就是电没有人要，因为造了一个电厂没人要，这个负担就很大。台湾电力公司因为是国家所有，所以备载的容量向来是过大。台湾现在的情况说，核能停下来，一定电不够。我认为也需要这个外面的人要进去，好好把这个事情看清楚。那么陈董事长提出来9点的计划，基本可以完全这个去除所谓电不够的这种，恐吓，目前全世界新增的这个增加的电源，90%都是再生能源，只有台湾到今天还把再生能源当成是一个好像是装潢性质的这个发电，这个大部分电认为不可能从再生能源出来，并且认为再生能源发电一定是贵。再生能源在每一个地方，你应该就你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对你最有利的再生能源。电力事业需要真正找到这个好的人，有技术的人来担任这个领导这一个，那么并且真正希望有一个坚强的监督机构。我相信将来这个台湾的能源事业，我希望像陈董事长这样的人，至少要出来，能够负担多一点监督的这个责任，希望陈董事长他的热心、他的精神，能够帮助台湾电力事业的发展。谢谢大家。